我自己非常开心，在南京，拍2007年我的巡回演唱会，因为这是我自己真正的个人巡演的第一站，所以我非常感谢，现场所有朋友对我的支持，谢谢。之前其实有想过在唱最后这一首，意义特别不一样的歌之前呢，要讲一堆话，但是其实最后没有想出来。也有歌迷就是给了我很多意见，在唱这首歌之前需要讲什么，但是我还是没有采纳。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已经很能表达，我所想表达的。对，还忘了，有歌迷让我多往左边看看。我们的一首歌。Thank you.
Thank you.